这里是天童温泉天童火腿炉的大厅，这张画真漂亮，这是门口，它这边就有一些跟天童有关系的将棋，虽然我不懂下将棋，可是感觉跟象棋还蛮像的。古色古香的一些，应该说什么，好像蛮厉害的。美味求真之术。那它这边下面就是我们男汤的户外风吕跟女汤户外风吕，就像瀑布一样。山形花丽记。是有枫红，那我们南汤在左边，女汤在右边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。但是今天人太多，没办法在里面拍照，有点可惜。这就是天童火腿。三楼是用餐的地方。